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加深军事界。今天我们来到了清迈的333靶场。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一定还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曾经介绍过清迈的333靶场。在清迈呢，一共有三个333靶场，是吧？算是连锁经营。今天我来到的这一个呢，是最新的这一个，位于杭东区的大峡谷后面。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很幽静的，大家可以看周边凉风习习，特别在这个季节里啊，非常适合这样的户外运动。这个333靶场呢，我是第二次来，今天是第二次。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因为时间比较匆忙啊，我没有进行更多的这个体验活动。但今天呢，我来的比较早，大家可以看到阳光灿烂，所以呢，一会儿呢，我会带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块儿，我们去看一下这个靶场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啊，它的一些硬件。同时呢，我会进行一些相对简单的枪械的试射。也算是一个体验，一会儿我们去看看吧。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第一支武器 Glock19X 沙射配色。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把枪 Glock 我们大家可能比较常见啊，在很多靶场，包括国内的很多靶场带都有啊，常见的是 Glock17 和 Glock34 啊，34更长一点，17属于全尺寸，这一把是 Glock19X。相信大家很多熟悉枪械的朋友会知道啊，Glock19和 Glock19X 其实并不是同一个衍生吧，并不是19的衍生，它是17和19的一种结合体啊。在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握把，因为我现在呢，我的枪必须指向安全区，所以我用的是左手啊，持枪啊。正常情况呢，我是用右手的。其实呢，因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的枪的位置是不能超过180度，所以我枪口无论任何理由我都是不可以指向这个观众席的位置的，所以我必须用左手。 OK， 这个17的握把是全尺寸的，19呢大家会相信啊，19的话一般我们的手，像我们手比较大的人，他会在这个位置会捏不到，但 19X 呢它其实是用了17的 Glock 17的下身它，所以呢它的下半部分整个握把部分是相当于全尺寸手枪，所以呢捏上去的话呢不会有这个手指头捏不下的这个问题。 OK， 那么它的还有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弹夹，它用的其实是一种加长的弹夹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了一些加长。装入弹夹以后会发现这个弹夹是长出来一部分的19X 的这个其中这是一个特点。 OK， 在我们持枪的时候呢，我会换到我的右手。 OK， 换到右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19X 的弹夹是外露的，安全起见我还是戴上吧万一有其他人射击的时候这个对我的这个耳朵是有影响的。我们开始要射击这个了Glock 19X 一样我也手欠加了一个灯这个体验它的战术性能战术性能因为阳光太灿烂了，这个灯不明显OK， 19X长度是19但是这个握把呢是17的这个感受非常舒服。当然它和17还是有一些不同，具体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会儿我们去打打看。哦，忘了说了，很多人问我这个19X
能不能用 Glock 17的弹夹我也不知道，所以呢我今天特意带了一个 Magpul 的啊 Glock 17的弹夹，一会儿呢装到这个19里面，好像装不进啊。 OK， 是我子弹装太多了，心太黑。 OK 啊，可以装啊。 OK 啊，好使不好使，一会儿我们试了就知道了。 Low enemy credit。Glock 19X， 刚才我们已经试射过了啊。它原装弹夹 ，Low and Make Ready。OK， 这次呢我会选择打三个靶，然后呢会有些许的移动啊。OK。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试一下啊，这个 Glock 的弹夹到底 Glock 17的弹夹到底能不能在啊 Glock 19里面使用啊。好吧，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 OK， 至少能装进去啊，刚才已经试过，能不能打响我现在也不知道。哎，能用啊 ！Glock 17的弹夹，在 Glock 19X 里面呢是可以用的。Low enemy credit。今天下午我试射了 MNP 9 2.0 和 Glock 19X， 我简单说一下感受吧。这个各有千秋啊，从熟悉度来上、亲切感来上来说 ，Glock 19X 啊，我觉得更亲切，因为平时用的多、练的也多啊，打了几万发了在这个 Glock 上面。MNP 9 2.0 啊，包括最早的 1.0 版本啊、2.0， 其实我都打过。现在感受上呢是非常不错的一把枪啊，非常不错的一把枪。可能至于这个稳定性也好，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舒适度也好呢，这个稳定性这个东西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去感受，才能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同啊。舒适度肯定是非常不错的啊，打完以后这个手感不错，很好用。其他的呢可能2.0 这个 MP 9 2.0 看上去更先进一点啊，它毕竟上面的防滑槽啊、花纹啊以及枪的整个设计思路呢都是比较稍微前卫一点。我个人觉得这两把枪都不错啊。但如果你要我选择的话，我今天非要在这两把枪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呢，我还是会选择Glock 19X， 或者是我现在另外一把 Glock 45啊。这个很难说是因为 Glock 更好啊我才选择它的，而是呢我这个人可能比较怀旧啊，我喜欢这个对熟悉的东西有这个依赖性啊，我熟悉 Glock， 所以呢我情感上来说呢更依赖于这个倾向于 Glock 吧。